是佩奇，这是我的弟弟乔治，这是我的妈妈，这是我的爸爸，小猪佩奇，小屋。佩奇和乔治在猪爷爷猪奶奶的花园里，他们要去他们的树屋里玩。佩奇和乔治喜欢他们的树屋。佩奇和乔治的朋友们来了，苏怡、苏西、瑞贝卡和理查德。我喜欢你们的树屋，佩奇，能进去吗？可以。现在我们可以开个茶话会了。佩德罗和丹尼来了。你好啊，佩奇，我们能进去吗？对不起，丹尼，只有女孩才可以到这个树屋里玩，男孩子们来会有一点吵，他们总会让茶话会变得很混乱。但是乔治和理查德也是男孩呀。哦，是的，对不起，乔治，现在这个树屋只可以进女孩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女孩子们不让我们进树屋里去玩，这不公平。我想我可以帮忙，跟我到这边来。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开一个安静的茶话会了。这是什么声音啊？好了，现在男孩子们也有自己的小屋了，还有这个特别的吊桥。一座城堡。谢谢你，猪爷爷。我们可以进来吗？不行，这个是男孩子的小屋，只给男孩子玩。但是我喜欢城堡，可是城堡肯定没有树屋那么好玩。走吧，姑娘们。我是城堡的国王。每个城堡都需要一面旗子。哇哦，他们还有一面旗子，我们才不需要什么难看的旗子。猪奶奶来了。你们好啊，需要点什么吗？一面旗子，谢谢。我们的旗子一定会比男孩子们的好。那我去找找有没有。我是城堡的国王。每一个城堡都需要一个电话，拿着这个，接下来你们拉紧着绳子，然后就能和男孩子们说话了。我们不想和你们男孩说话。我们也不想和你们女孩说话。猪奶奶给女孩子们的树屋找了一面旗子，这裙子能做面漂亮的旗子。谢谢奶奶。这面旗子没有男孩们的旗子好。我想在城堡里面玩。仙女公主都是住在城堡里的。如果我是仙女公主，我就只想住在这种树屋里。我们能过来玩吗？拜托了。只要你们现在说城堡是最好的。确实是最好的。我一定会待在我的树屋里。我喜欢这个城堡。哦，糟糕，开始下雨了，但是城堡没有屋顶。我们到树屋里去躲雨吧。不，我绝不会离开我的城堡。雨已经停了。乔治找到了一个泥坑，看上去真好玩。我要待在我的城堡里面。我要待在我的树屋里面。我来帮你照看你的城堡，丹尼。你的树屋就交给我吧，佩奇。不管是丹尼还是佩奇，都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。大家都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，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。Peppa Pig, Peppa Pig, Peppa Pig.